看新闻啊，那个很多群众看完了《满江红》，相当的激动，然后去这个杭州那儿，把这个秦桧、王氏啊，他们几个那个跪像啊，各种砸、各种打、各种这个拿东西往上招，啊，这事儿不做评价啊，这个正常啊，我觉得正常啊，没有到奇怪了，我就是想起我小时候也有这么一回，我小时候挺小的嘛，六七岁、七八岁，忘了。然后跟着家里人去杭州，然后也是去那儿。那时候呢，他那个几个像呢，还是拿铁栏杆围起来，然后就不好接近嘛。然后我爸这个抱着我，好容易挤进去了。然后大家很多人都往里头吐唾沫，我也就跟着吐。然后这个因为小嘛，努力了半天，啪，这个吐出一口，结果正好来一阵小阴风，一口唾沫全给我吹我自己身上，擦了老半天，哎，老丢人了，当场社死。